所以讲，这是在1740年的时候，简称郭启流，简称温桂林公，林公金教导设计其实是他设计的。王康做最高，这条就是灌溉新店五层楼，新店五层楼的7张、12张、14张、吼20张古葡萄树，这个五层楼所有的水都是靠这条圳，啊引出去的。那还有呢，真正的柳公圳，它是灌溉大台北的，哦，而我们这条只有灌溉新店的所可以。你的手机怎么会亮亮的？它手电筒开了。手电筒，哦。